我们等于现在要去搬一下丹特的妈妈，是吧？丹特，丹特他妈，帮他越狱。你要知道越狱，我们刚看了一部电视剧，对吧？越狱的主枪。角帮女主越狱，结果，哎，啊！没错，啊，没事我没事。知道了，我得向 P5 博士报告。啊？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他？没问题，晚安。啊？没有原则，走。机器人在扫地。扫地机器人，扫地机器人，这个是，哦，人形的机器人。嗯，那我宁可扫地机器人是我家那种一个圆盘，对，这不占地方，是不是？不会被吓到。对呀。家里有那一个边那是种出人口。形的东西在那儿，是有点，荒。对呀。谢谢。嘿，卡马拉，这么晚你还没睡？我本来是要撒谎的，但我其实是要去监狱。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转移那些囚犯了。敬不敬业？往这走吧。不是吧？这样就可以了？我觉得你能成的，不过外头不太安全，所以拿上这个吧。哪个？谢了谢啊。就咱们一个啊。得了一个五星的装备。应该神器吧？这个。哦，神器。这有什么用啊？神器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的威力有点低。神器是加一的威力，直接就暴总击体率增加5%，5.3，击率。嗯，是个神器。经验。这儿有什么能升级的不？没有，我这些都次品，可以说是一些垃圾货。这次看过去能不能搞一点好的。走吧。哇！哇！哦，时空穿越者那种。这么牛！我的，哇，直接飞过来！哇塞，我降龙十八掌怎敌么人办？就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如果一切顺利，那犯点小错也可以原谅。希望吧。一星装备有点拉，嗯，会有无人机，打了他。没有，没事，他没看到我。又是一个一星的垃圾装备，哎，单眼壁，对，单眼壁还行。现在他还是比较弱的，毕竟整体来说他没有什么东西。我走哪儿好？这什么？情况？为什么这里会亮？行吧，那就往这个方向走。喂！喂！哎！喂！飞！我摸着应该是飞着。走。哎，这有什么？这应该是可以打掉的，你看。这看起来像是神盾局的东西。估计是很久以前就把这些我这是放什么在这拳？儿了。天马流星拳。是的。单眼壁脉冲背心，那么装备一下。有比我们这好吗？没有，这是个垃圾。这个7级的稍微勉强好，这么一丢丢。
哪个能升级的就用哪个。这给他升一下八，就这样没了，仅此而已。不过如此。仅此而已，不过如此。怎么办？上面。不就是这吗？感觉不对呀、啊。再往上面呢？上不去了。诶，这只是发亮的东西。嗯，会不会是这个？哎，感觉又回来了。这是回来了是吧？对啊。我去，我去，那怎么走？那不是这，应该是这。哇哦，这里都怎么了？有东西拿。拿。给点装备呀、啊！有了，哎，大的吗？又是一颗星的，颗星的一般来说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果然，吃块蛋糕一样。嗯，蛋糕。想一想，我怎么进去啊？走哪？在那个最里边。飞进去吧。飞。就是用那个手臂。我可不是钢铁侠。这居然爆了。哇，怎么办？哇，直接进去吗？有人吗？周边？还好没人。看看、啊、有没有什么。这扇黄色大门在向我招手，要我进去。就这么进去？不会吧？这么轻松，长按。只要打开了，我就能进去了。有人在等着。哇，果然就假装没看到我。天马流星拳，然后先变大吧。哇，才弄十八掌呢。哇，再来想弄十八掌真撸。这变大就行了。地面拍击，这些家伙一个个前赴后继啊。又来了这么多。哇，终极英雄技能、变大，大力金刚拳。强！好吧，我可能有点拖大了。很好，你们人多了。这能成功吗？哦不，现在不行，非要开始了。不是。能力过了。对。需要能力过河了。是的，我们的协议条款很明确，我们提供解药，媒体由你控制。我们倒是履行了协议，但你们那算什么解药？
孩子们从他们的家人身边被带走，平民无故失踪，哪怕是我，资源也是有上限的，公众需要答案。我给你的不只是答案，是一你大头娃娃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你让小那个奶粉喝坏了，三聚精胺。但恐怖分子这样的字眼却已经在我的周围流传开来了。没问题的，这就是好像那种缺氧啊，都会变成大头娃娃。刚刚那番话有多少谎言？这种气体的效果仍然只是暂时的，没有我的配方让他们保持活着。气体会杀了他们，这没有作用。是气体给了我们适应体，我的配方让你活着。如果现在我能解析出他在异人族体内的表现，就可以逆转他的效果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。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建立你的军队，该采取止损行动了。关掉他。又混了。